两位老师，我们一会儿调整一下剧本，一会儿再拍，你们先休息。就你这样的还想当艺人，趁早退圈吧。行，这话没法回。你不觉得难喝吗？当然难喝，跟馊了一样。王总，王总，我们是在拍你的白白水，哎，这边请。是啊，这玩意儿那么难喝，还说能美白，这种剂量添加根本起不到美白作用。这样你都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我真佩服。少说废话了，今晚就要第一轮换 CP， 我可以让你留下来，但是你不准选陆逊。不可能的，我可是要跟他带回本的。白白水口播五场二进二次，一杯白白水，好喝又变美。这玩意儿那么难喝，还说能美白？这种剂量添加根本起不到美白作用。这样你都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我真佩服。王总，您消消气。你们节目当众诋毁我们的产品，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对不起，王总，林小姐确实没有故意诋毁你们品牌的意思。什么也别说了，让她退出节目，否则我就撤资。要不然这件事情我们就公开。你们节目怎么能请这种没有素质的艺人呢？王总，刚刚确实是我不对，但这跟节目组无关，并且我也不会退出。我正式向你道歉。你道歉有什么用？那么多人都听见了你说的话，这个损失我们怎么挽回？道个歉就能解决吗？你必须退出节目，要不我们就在网上公开，让大家来评评理。公开的话，那不是所有网友都知道你的产品难喝。他是谁？这是我们的节目首席赞助商 SW 集团的陆总。哦，陆总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就是听说今天的广告拍摄在我们的花园里拍，私自占用我们酒店的场地拍摄，建议你们赶紧找个律师跟我们谈一谈。陆总，因为今天天气好，我们就挪到了花园，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但是也没签在合同里，对吗？你在威胁我？我们都是生意人，日后总会合作的，你真不会为了一个小艺人而得罪我吧？不好意思，以你的资产应该没有机会跟我合作。我们 SW 想要独家冠名，这些没用的东西就都撤出去吧，去让我们酒店干净。好嘞，陆总，这边办。陆巡，王总要是喜欢 SW 的，陆总，今天谢谢你。不用，毕竟你出了事，我可就收不到钱了。我不会赖账的，到今天拍摄结束就付给你一部分，但是后面的能不能分期啊？为什么是今天？第一个三天结束了呀，今晚要重选搭档。我说过，只要让我在一开始留下来，后面你可以随便换别人。我说过要换人吗？ 不换吗？如果林小姐要续约的话，我可以考虑。林婉，我有事找你。我和你能有什么事儿？一会儿开始录制，你选刘默，我要选陆巡。你觉得我傻呀？陆巡是金主，分量绝对不会少。上一期你的镜头已经够多了，我要陆巡的人气。刚录音的事是你搞的吧？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是先跟我讲。20万，我给你20万，条件是下一轮的三日情侣，你不准选陆巡。可是50万，我不是100万。陆总希望换 CP 吗？不。那陆总觉得林小姐会换 CP 吗？她不会换的。
我可让公司大力宣传你要参加恋综，物料我都发出去了，现在你跟我说不录了，难不成是因为林婉选择要换 CP？ 你脑子坏掉了，我这才离开多长时间你就换人了？这下可好了，让那个刘岩和陆巡在一组，他不得可劲儿作妖吗？可是他要给我100万。